你麦开了没有？来，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来，欢迎收看我们67集的深夜厨房啊。对，欢迎大家。Welcome。给来这个刘慧红一个人撑场，独自撑场啊。不知道表弟啊，打气啊。哎，一个不会烘焙的人做烘焙啊。啊，一个不会做烘焙的教做烘焙啊。我在10多岁有学过烘焙的。有学过没？我不知道。啊，有。我还跟爸爸哪天去学，第一次学的甜品是提拉米苏，我是比别人更早会提拉米苏的。但是啊，我们没有坚持下去，就荒废了我们的兴趣。所以谢谢大家给机会我们呢、啊，深夜厨房的话，把我们的兴趣带回来。OK， 来，请帮我们 like and share 啊，多多分享啊。对 ，like and share。OK， 来，今天我们会做的是黄梨酥，对吗？对，黄梨酥。今天馅料我就没有教大家做，馅料我是买遍的、啊，你去烘焙店都可以。但是如果你要自己做的话，也是可以啦。啊、我就为了省时间，然后也没有。直播也是很难教做馅料，我就直接买了。我建议馅料真的是买外面的、啊，因为太多工了、啊。味道也是 OK 啊，我吃啊，我试吃啊。OK。然后我们今天会要有牛油，这个是无盐的牛油。Unsalted。这个大概是175 gram。175 gram 的那个无盐的牛油啊。今天做的分量是大概有40粒。40粒啊。啊，你可以放。一罐到两罐左右啦 ，OK。如果你做小粒一点的，应该是2-3罐都可以。我做的是中 size 的 ，OK。然后这个是 icing sugar， OK。icing sugar 是30 gram， 这个叫糖、啊、糖粉，糖粉啊 ，OK。icing sugar 30 gram 啊，糖粉 ，OK。今天的做法跟昨天稍微有一点像样啊 ，OK。然后这个是有两个蛋黄。给两个蛋黄，给美美的蛋黄，然后香草精，我是要半茶匙。来，香草精啊，半茶匙啊。嗯，然后这个是昨天的奶粉，还可以再用。OK， 奶粉啊。30 gram 的奶粉。30 gram 的奶粉。OK， 然后盐稍微半茶匙就好。半茶匙的盐，好。如果你好像是讲你的是已经买了butter，但是买的有盐分的话。就不用放盐，你就不用加盐哦。OK。OK， 然后这个是普通的面粉。All-purpose flour， 普通面粉啊， okay. 这是中筋面粉来的。普通的啦，普通买家里用的都可以。这个大概要230 gram。230 gram 的普通面粉啊。OK， 然后这个是等下要做 egg wash 的，就是我们做好我们的那个涂上去的。凤梨酥的时候要涂上去的。OK。这个我已经做好，我就不浪费，我没有示范给大家讲做。OK， 一粒蛋黄。不要蛋白啊，然后掺一点清水搅拌就可以了。OK， 一粒蛋黄掺一点清水啊。OK、嗯。OK，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吧。慧红现在已经慧红了。慧红，对。谢谢、啊。永远都处在慧红的状态。OK， 这个是要软化的啊，室温啊。OK， 室温啊。OK， 我们把我们的跟昨天的做法是一样的。175 gram 的那个无盐的 butter。OK。就是牛油啦、啊。唔食奶可唔可以唔放？咩嚟嘅？唔食奶。唔食咩奶？唔食奶。奶啊，奶。可以嘅，你可以 ，because 嗰个奶系带啲奶味嘛。如果你不放奶的话，你就可能。其实我也不喜欢有奶味啊，很多人很喜欢放奶味。可能就不要放奶咯。啊。你可以省略掉啦。那边还有。啊。20-30 gram 的奶粉哦，不知道讲。来，想知道可以收藏几久？可以收藏啊，几天都可以嘞。因为我其实做了放在冰箱，然后你拿出来的时候，它其实是硬化了的。你给它稍微解冻一下，又可以再继续做了。OK。OK， 你只要放冰橱就可以了。Hi， can we use cake flour instead of all-purpose flour？ 有人用 cake flour， 口感不一样啊。林贝啊，可以啊，可以啊。我是看到大多数是用普通的面粉。啊 ，cake flour 也是可以的。对 ，cake flour 也是可以的。好。OK， 但是口感就不一样啊，因为这种黄梨酥、哦、太多版本了，因为这个是不是很新鲜的东西，但是蛮普遍，每次过年都会做的嘛，所以有很多版本。
等一下会教大家做几个造型啦，我不是做得很美，但是我可以教几个 tips 怎样去做那个黄梨酥的造型。 OK， 有很多方法的，它的口感有酥的，有硬的，有像饼的都有的。好，所以也是 depends on 你啦哈。 170g 的butter 对吗？ 175g， 所以 175g 的 butter 啊。 OK， 掺那个 icing sugar， 175g 的那个无盐的 butter，30g 的 icing sugar。 OK， 30g 的那个 icing sugar。 等一下我们要搅拌，跟昨天的做法一样开头。来，可以用低筋面粉吗？低筋面粉是 Kefla 还是啊？可以，可以，也是可以的。中筋和低筋都行啊。啊，我的 recipe 是中筋。 Can use top flour。 Top flour 是什么？ Top flour 是什么？顶级粉。 Top flour 高筋面粉是啊。高筋面粉应该是不能，那是面包的口感了。啊，不可以、啊、我没有看过人家用那个高筋面粉、啊、高筋面粉不行啊，只有 cat flour 跟那个 octopus flour。 OK， 像昨天这样打到它变浅黄色。来，变浅黄色。来，请问大姐是怀孕的吗？来，你要问她。大妹的脸型很美，谢谢。你暂停要、啊。我们只能用中筋面粉和低筋面粉啊。对对对。高筋面粉是不行、啊。你有看过人家用高筋啊？来 ，New You 是什么牌子的？我用 Anger 的。Anger 的、啊。我以为 Anger 是蛮好的一个牌子来的，因为我妹妹 Vera 都很喜欢用这个牌子。昨天有一个粉丝讲，这个不是最纯的 70% 纯吗？还有更纯的，所以你们可以去参考一下啦。It's not a bread flour, it's a top flour. Top flour 是什么？ Top flour 是不是高筋面粉啊？我们是中筋面粉和低。中筋面粉和低筋面粉啊，OK， 好，这样子就可以了啊。来，我们就现在呢，现在是水状的嘛，就是水水的嘛 ，liquid 状。OK，liquid、okay, 我们把 liquid 东西全部倒进来咯，比如讲这个蛋黄。两粒蛋黄。倒进来。来，放入进去来。大妹今天有点皮。没有啊，还好啊，谢谢。可能比较苍白一点啦、啊，我是第一，我是 thalassemia carrier 的，所以我是没有什么血色。OK， 是 thalassemia 的那个带菌者，半茶匙的那个valina extract。valina extract 就是香精啊，香草精。香草精啊。OK。OK， 来半茶匙就好啊。OK， 来我们再继续搅拌。来，弄到我手了。啊，不好意思。昨天不是已经透露已经怀孕了吗？来，这个他没有讲，是我讲的。那给、okay, 稍微搅拌一下就好了。OK， 稍微搅拌就好啊。OK， 来，我们现在把所有的粉状都倒进来了。还要过筛啊，记得啊。OK， 奶粉30g。30g 的奶粉。Top flour 是用来做 cookie 的。Cookie 啊？我真的是孤陋寡闻啊，我不知道啊。Top flour is similar like cake flour. 哦、oh, ，可以，应该是可以咯。如果它是一样的话 ，extra fine quality that、oh. is ideal for、okay. chiffon cake 啊。这样应该是可以啊，这样子可以啊，应该是可以咯。OK， 来，我们放我们的奶粉啊，30g， 然后放盐半茶匙噻。啊，半茶匙。半茶匙的盐。所以如果你是用 softer 的那个 butter 的话，你就不用放盐啊。对对对对，有时候你家里已经买了，要不要放面粉啊？有的牛油没有的打，你可以用手打的。有些人没有打的，有些人就是把那个还是硬的牛油，就是切块，然后硬啊，它这样子弄也是可以的。所以有几种不同方法。所以这个方法是我觉得 OK， 我试过还不错口感，我就介绍给大家。来，不加香草精可以吗？你就少了那个 vanilla 的微香味啊。如果你不加的话，你就少了 vanilla 的那香味啊。啊，也是可以啦，如果你真的没有的话。来，继续帮忙大妹分享。来，请帮我们 line share 来第几胎啊？第几胎？什么第几胎？啊，问啊粉丝问你第几胎？什么第几胎 ？OK， 没有意外就是第二胎啦。Top flour 是做面包的。Top flour 做面包。
有些是讲做。我真的粉啊，我只是知道是高中低罢了。它很 basic 的啦，你 OK？ 大家啊、你不用考啊，它的 knowledge very basic 啊 ，very basic 吧。OK，, okay 我去到烘焙店就一直问人家东西吧，不然就问没了。Congratulations， 红红耶！ Yeah.红红 ，other small 红红啊，什么牌子的奶粉，什么奶粉都行啊。什么奶粉买？我买最便宜的啦。你家里有孩子就用孩子喝的奶粉哦。啊。不要跟我讲要用牛奶啊，不要啊，要干。一定要奶粉啊，干生啊。干生的，做饼类的就要干生的面糊。How many gram flour？ 230 gram flour。因为面粉230 gram 的面粉啊，很多人家都有面粉嘛，就不用特地买那个 flour 了。Rub in method RUB 是 rub 啦。RUB。BB。B， 哦 rub。Rub， 你要扭吗 ？Rub 是揉它哇、哦。是卷上还是？哦。Top flour 是做蛋糕和 cookie 的，来。来 ，OK。谢谢，学到了。谢谢大家。来，面粉多少？230 gram 的面粉啊。OK， 现在我们就要慢慢，好像昨天这样了，慢慢的。Bread flour， high protein flour 才是做面包的，来。High protein flour 是做面包，对。对。这个不要了，谢谢。所以我们来搅拌啊。搅拌均匀喽。哎，晚上好，谢谢分享，感恩啊。哎，你们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喜欢吃白糖糕吗？白糖糕啊，很多人都不懂啊。白糖糕吃过吗？要不你想做白糖糕？下个星期想要做这个甜品啦。慧红是有喜吗？如是啊，恭喜恭喜啊，来恭喜啦。Thank you, thank you. 来 ，thank you 啊！烘焙店有卖干，有卖饼干粉啊。有，我看到有。如果你真的是，只是想要不要想那么多的话，你直接买那个包装也是可以啦。等一下会写 recipe 没有错，等一下我们会写食谱啊。今天会早点写给大家哈，昨天我是尽量早点给大家。对，因为拜六礼拜，明天就可以自己去玩一玩烘焙啦，在家里。好。真的没有东西做啊，又不能出街的话，不能爬爬照在家里做，做饼干，哎，做年饼，做年饼啊，做牛啊，牛，我觉得你们可以做牛嘞，可以浪费很多时间呢。啊，不然就是做那个黄梨咯，凤梨酥咯，凤梨酥啊。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白糖糕好吃哦。OK， 白糖糕我也不懂嘛，我妈妈有教慧红做啊，她讲表弟超喜欢的。嗯，她应该是为了表弟而教我做。Top flour is fine for cookie and cake. You can try 啊 ，but I never tried before. OK， 给大家，我觉得就做烘焙就是无止境的在尝试了。OK， 来，可以了。OK， 我们差不多。搅拌均匀了，我们就把它放在那个保鲜膜那边。OK， 来放气保鲜膜，然后放冷噻。放冷它，至少半个小时以上。放雪柜呢？因为它膜比较大，我们就 OK。我们放保鲜膜，然后放雪柜，半个小时啊。白糖糕，请问用什么牌子的牛油呢 ？Anger。Margarine 可以吗 ？Margarine 不可以啊。不可以啊，叫 Anger 啊。啊，对，因为其实牛油影响到你的那个饼干，你的那个 cookie 的那个口感啊，都蛮有香味啊，是有关系的。白糖糕我做过，好吃啊，好吃啊，用南瓜来，用南瓜也好吃。南瓜，白糖糕，传统的糕点，其实我不懂什么是白糖糕啊。我吃过一次啦，我在槟城吃过一次。看起来没有什么吸引啊。你爸老爸超喜欢吃的。啊，我妈妈一直跟我讲，超喜欢吃、啊，买不到啊，叫我一次。他讲外面买不到啊，他叫我做。买不到好吃的。爱吃啊，几次做白糖糕，下个礼拜啊，答应你啊。下个星期。我们做一点中式的糕点，因为做饼干做到怕了，我妈妈讲你想办法把这些饼干送出去，我不要留在家里。我家里很多年饼啊，没有人要吃啊。那个太多了。我给他们放雪柜啊，冷藏30分钟。然后我自己有自己的模型，来，这是我已经做了，我已经做了一半了的。OK， 来。OK， 还有。OK， 这个是冷藏30分钟过后啊。冷藏过它就稍微有点硬一点啦、啊。OK， 来，肯定啦。来
白糖糕我喜欢吃，来，我没有吃过，是长什么样子呢？等一下我去 Google 找一下。OK， 我应该会下个星期。来，下星期可以做白糖糕吧？当然可以，答应你啊！来，有求必应啊！这个白糖糕是我妈妈 request 啊。啊，表嫂很有慧眼啊，她每次叫我做什么都很多人看。她讲白糖糕外面买不到，一定要做白糖糕。很多人喜欢吃白糖糕的，这样跟我讲。什么样子啊？其实。白糖糕就好像那个马来糕这样子，但是是白色的。OK， 白糖糕不会一般当的是吗？会讲话的吗？不是啊，不会的。哎，米奇今晚做什么？来，今晚我们做那个黄梨酥啊。Okay， 我会做三个不同的造型给大家看。维拉新年会回来直播吗？喜欢看两姐妹一起直播啊？不知道啊。那你打电话问他，我真的不知道他要不要回来啊。啊，他不能都可以回来吗？好像不能回来吗？他回来比较麻烦一点啊。啊，不要浪费了。回来的，因为他有工。Okay， 然后我先切一小片。我第一个做比较，就是我会买一个模型。这是什么来的？这个模型来的，就是它会出那个，它这样子卷上来的那个黄泥酥啊，看过吗？嗯。Okay， 我先做。一放下去就会变黄泥酥。没有了。你们有玩过 Play-Doh 吗 ？Play-Doh。跟我儿子的 Play-Doh 一模一样，粘土啊，真的，一模一样。Sorry， your voice 傻傻 ，maybe 傻傻 drink some warm water。Okay， 它天生的。congenital 先天性的病来的沙沙病啊。你去那个烘焙店讲你要做黄泥酥，那个模型啊就买给你了。 OK， 哇，别得了了啊。野、哎、野发着白糖糕，那个断了怎么办？那个要切掉。来，白糖糕也可以用古勒姆拉格。哇，很多种嘞，我还看过斑当叶做的。某卓线，哎哎，看一下你的线是不是没有声音啊？表弟，给他切一下。有啊。没有关掉才开过，很多人讲没有声音。开始了。OK， 来，那个给他插进去一点。OK， 来看一下声音还有吗？你帮我切一下大面声音有没有啊？ Okay， 然后这个有吗？有声音吗？好。这个黄梨线啊。我是用一茶匙，如果你不要每一次这样子量啊，大概是8 gram， 但是我觉得量很麻烦，我就用那个一茶匙捞上来就刚刚好8 gram， 我就用一茶匙这样子 scoop 咯，它捞上来就比较没有这样美，你就卷卷卷，然后弄一个椭圆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这样子抓 ，OK， 然后我们这样子卷。OK， 8 gram 啊。8 gram。那个粉啊，如果你用模型就不要理它。来，声音会还很小吗？会会。啊，因为很多人一直写 suddenly becomes very soft voice。Okay， 啊。然后你看它，你卷上来你要 overlap 它啦，不然它会跑出来了。就这样了。好。做到一个模型啊，这个是不是容易过昨天的牛牛呢？这个还比较容易做一点啊，这个真的。但是要去买这个啊，这个在烘焙店有卖啊，这个。对对对，很便宜吧，几块钱吧。如果我没有话要怎么做？等一下我教大家，如果你不要浪费钱去买多一个模型的话。其实你们那个黄泥料啊，馅料啊，可以买遍的。啊啊，馅料啊，如果你花很花时间去炒啊，你就买遍了，因为不是很贵嘛。馅料10多块而已，一包才10多块，这一包才10多块。14块啊，做蛮多一下。15块钱可以做很多很多，做一家人呢、啊。我看你可以做4、5罐的。所以我建议呢，这个不用去炒馅料了，我们就做那个皮呀、啊，啊，只要那饼皮这样容易做，我看到都会做了我。啊、像容易这样子啊？对，很容易。馅料啊，才卖14块15块这样啊，所以我们都用了半包啊，你看，所以不用去花精神去做这个黄梨啊。对，不用花精神。OK， 我再做多一轮给大家看啊，就很简单的，你其实怀孕3个月才给人知道啊，来，大妹都没有宣布啊，你们将知道了。住在我家隔壁啊。来，恭喜永红，来，谢谢啊！来帮红红分享哦，现在6900啊，我们看可以破7000吗 ？OK， 来。好，如果你觉得不美，你可以弄过再做过的，这个可以 redo 的。来，孕妇的奶粉可以吗？当然可以啊，可以，家里有啊，什么奶粉就可以、啊。不要特地去买啊，因为我们用很少吧。那、啊、就是你看到那些好像外面卖的就是这样的形状啊。买了粉给了。买了粉可以啊。买了粉不可以啊。我那个10块8百 kg 啊，那我跟你讲，不用花那种精神啊去做这个。你要试下的味道是不是合你意啊？黄泥啊。
不会太甜的，太酸了、啊。这个我买一公斤27.5元，哇，那么贵耶！哇，哦，我这样子蛮贵啊。可能你的那个是手工做的是吗？我这是在烘焙店买的。那、啊、烘焙店卖到很便宜啦，不会说很贵啦。可能他们大量出货。来，黄泥的线啊，买遍就好了，自己炒啊，炒。对。炒不干的话会发霉啊。除非你真的是有时间啊，你想要做。除非你真的是很得空啊，没有孩子。然后你是要做生意用的话，我觉得孩子不连你啊就 OK。OK， 然后孩子很贴你，很难做啊。我有考虑过要做给大家现炒的，我想了很久，过后我还是决定买了。嗯。OK， 然后我就做了这，然后我现在啊，我们要做一个是，如果你没有模型的话，你要怎么办？我们先量一个粉，这个是8g的吗？那个线 ？OK， 这是8g吗？这线啊。Okay, 然后我的粉就要乘二，16g。16g 的粉啊。OK， 我们要把它包起来，有一些是包起来的形状的吗？买的有防腐剂啊，自己做比较健康啊。对，自己做当然是最好了。啊，但是我们现在。啊，现在的现代人啊，16g， 所以我刚才讲18g 嘛，16g 啦，你讲 double 吗？8886吗？很准一下 okay, 你就搓圆它，当然自己做是最好了。你看得到你放什么材料下去吗？其实我买那个黄泥线，我问他可以耐多久，他跟我讲可以耐一年，我有点吓到了，可以耐一年，黄泥线可以放一年啊。所以你看它的防腐剂是多么强，来。恭喜红红，也恭喜表弟多一个外孙啊！糖也是可以，对，然后你这个线呢、啊，你就搓圆它。没有奶粉用什么代替啊？什么粉都可以啦。奶粉，总之是什么奶粉，你就去哪里让他买最小包的奶粉就好。如果你真是没有奶粉的话，你可以不用放啊。OK， 对，烘焙店有奶粉卖的。我不喜欢奶粉味啊。这个就是要有奶粉才有那个。OK， 然后你就这样喽，卷上来，看到没有？你会弄到很均匀的，可以弄我这样子咯，你这样子用手轻轻这样子咯。黄泥馅料啊，炒到会怀疑人生。然后这样子是你不用担心它皱皱的，你就卷咯。我觉得这个黄泥饼哦，黄泥酥啊，让人家有一种啊，不会错手的。哎，老实讲啊，我不怎么爱吃黄泥酥了。我觉得女性比较爱吃啦，我是蛮没有，我爱吃，但是我不喜欢它的那个皮啊。OK, 原料是。它的皮啊 okay, 带奶啊我不喜欢了讲真的。然后你要做那个黄泥的那个纹路是吗？你就用刀，我没有那个刀背啦， scrapple 在家里没有拿过来。来，你这样子切深一点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切深一点，因为它等下会缝上来的。我刚才做了几个是那个纹路不见掉。没有时间买就买现成的，对啦、啊、对，大家讲的是哦，原来是这样啊。我这个有买过，我外面买过一罐啊。OK，要放一点绿色的，就像黄泥了。好吧，突破7000人的，来，谢谢，来，谢谢大家，来，高过表弟呢。就是没有奶粉不那么好吃啊。对，张弟。啊。Non play， 要玩。不一定要玩。可以用气息粉啊。哦、，good idea， 哎，对，有一个是鸡席黄泥塔。哎，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赶紧放鸡席啊，我超爱。对，我看人家用那个鸡席做 ，OK， 16g，OK，、okay, 我再做多一个这个给大家看啊，卷圆圆，然后我的馅料也是卷圆圆。OK， 馅料和那个外皮啊也卷圆圆啊，所、so, 以记得啊，我们是8g的馅料，然后那个皮就要16g 啊。16g 吗？成了。可以，要放。奶粉的，我很喜欢吃黄泥酥。来，马来西亚人总爱吃黄泥酥啊。对，最高的那个销售量啊，还是黄泥酥排第一的、啊。其实在台湾啊，黄泥酥很啊，在台湾黄泥酥一个都要几块钱马币的。啊，没有，台湾的是有放冬瓜的。嗯，台湾的黄泥酥超好吃的，老师跟你讲啊。它没有甜酸味的哇、啊，它就是冬瓜、啊。对。没有，我喜欢它的那个皮呀、啊，没有冬瓜，冬瓜掺黄泥、嗯，没有那个台湾的黄泥酥啊，它的外层啊，它是脆的啊，脆的我喜欢，不一样的做法，嗯、啊，这个太粉了，我不喜欢啊。Okay, 有不一样的做法、啊。那个秤哪里买？表弟有卖啊，在 custom 啊 ，OK， 现在要跟你讲抱歉啊 ，custom 真的是，来我们无言啊。OK， 你的纹路要弄深一点啊。我喜欢豆奶也可以。豆粉也可以代替啊，豆粉比较贵呢，比较难。豆粉就贵啦，除非你家里的小孩以后豆粉啦、啊。这个跟那里有没有分别？没有，就是做两个给大家看。OK， 现在做的另外一个就是，
我看到一个安迪脚做，哇，好像，哇，我看到我有点吓到，哇，原来是这样做的。OK， 我是蛮喜欢吃长形的，长形的给大家看一下。新加坡人也喜爱啊。对，我觉得就是来，请问寸哪里买？跟表弟买啊。Okay, 黄梨酥啊，跟那个肉干的命运是一样的，只有过年才有人记得它吧。然后平时没有过年，那没有人什么要吃它的，是不是？嗯、我是春卷。春卷皮包黄梨馅啊，拿去炸，好好吃啊！哇，给我们一个 idea。对，台湾的凤梨酥有蛋黄啊，超好吃啊！对对对，我喜欢吃台湾的，讲真的。还有蔓越莓啊！我们时常去买的那个嘉德，嘉德啊，特地跑过去买，我记得。嘉德啊，嘉德是啊。嘉德，然后表弟买很多。我们时常去买嘉德的。对，那不便宜啊。但是买几百块。台湾的太多种类了啦。我去台湾去两次哦，都一定去嘉德的哦，每个人都会带我去嘉德的。嘉德好吃，嘉德好吃。嘉德是蛮。蛮出名的啦，旅客比较多。这里有台湾人吗？那么台湾人好像，台湾人好像不吃嘉德了。台湾人吃什么？随便路边都可以买的那种、啊。他们是一搞一搞买的，可以。哦。台湾的黄梨那个酥皮酥、啊。OK， 来看看、啊，做了原型是。OK， 来，这个是什么来的？这是纸袋的吗 ？OK。纸袋，你就把这个黄梨。过年就是要吃到过年一样啊。对对对，来。来吹它。不是推它，我要弄长形，就这样子推它。哦，哦，它就变长形了、哦。来，表弟什么都卖了，来，表弟连自己都要卖啊！啊，这样就长形了。那它就变成长形的那个。idea。对，我看一个人教的，你看就变成长形的那个形状呀。可以放黄，也可以放蛋黄粉啊，超香啊。哦，很好很好，我没有做过啊，你可以这样做。Okay, 我做一个大妹越来越棒了，完全可以独当一面啊！谢谢啊，给、okay, 我们是壁纸上的。其实黄梨饼用水仙面粉很好吃啊。水仙面粉、啊？我反而叫你不要放靠叉靠叉，放三条线就好哦。哦，是哦，我做第二个放三条线。Can use coffee creamer? Coffee creamer? Or coffee mate to replace the milk? If you don't like the milk, don't put the milk 啊。没有 milk powder 或者是不喜欢奶粉的话 ，coffee creamer 啊，我给不到意见你啊，因为 coffee creamer 不是它味道是不一样的、啊。多少钱一个秤还不知道啊？我表妹人在台湾啊，她现在看你的直播啊，叫你表妹打包嘉德回来啊，嘉德还有她的太阳饼啊，太阳饼、哎、是叫太阳饼吗？我是想吃老婆饼了，太阳饼没有太阳饼了，太阳饼对，还有太阳哎，我们是在那个有没有太阳花型的？你会说吗？太阳花型要用模型啊、哦。来，慧红没有做太阳花，来。你扁啊，这里啊啊啊啊，这样吗？你要做吗？来，红红他的那个 skill 有限啊。我只是准备了三个 skill。太阳花，你要我相信。谢谢你给的意见啊。好像是用筷子也是可以做的。小心手，来，没有问题啊。没问题啊。谢谢你。没有拿刀啊。我觉得不要靠叉的线啊，有点不好看啊。最怕是做黄梨酥啊，全部饼干用完了，剩下馅啊。剩下馅要做黄梨馅也好吃啊。那个什么，我不要皮来包着来炸了，是不是？那有很多 idea， 我们集思广益啊。Can use the custard powder replace the milk powder? Custard powder 是蛋黄粉来的吗？嗯。我给不到意见你啊。You can try 啊 ，We don't know 啊。我给不到意见你，对不好意思。No idea 啊。OK，就这样啊。刚进来可以血食补吗？可以啊，可以。来，台湾的太阳饼好吃，对，我也喜欢吃啊。台湾我还有它的铁蛋，我也是喜欢吃、啊。我其实很喜欢吃台湾的臭豆腐，不会臭的。马来西亚的臭豆腐也是很不错的，就比较臭一点。靠叉，打横、啊，打横就好啊，三层，不要直斜的，变成 success 了。你刚变成 success 了。还是要靠叉。来，米奇，我表妹超级喜欢你啊，喜欢看你啊，她喜欢你的声音啊。来，你要做那个谢谢你表妹啊。我做完了啊，这里的膜。OK， 来做就一个就好了，我累了啦。不要两个，不要浪费吗？OK。还有用水果袋子有洞的那种啊。啊，有，看过人家做。我不是很喜欢，我觉得有那个密集恐惧症啊，那个。
OK， 他在称啊，十六 gram。OK， 来，晚上好，晚上好，来 ，Custard Powder Can 啊，有粉丝有分享了，可以用 Custard Powder 啊。OK， 谢谢大家的分享啊。来，台湾的凤梨酥啊是独立包装啊，现在做的凤梨啊饼啊不一样啊。怎样讲呢？我觉得我们真的纯真的纯凤梨的。Mad Rose Pattern 台湾还有掺掺那个它的 skill 啊 limited 啊。Rose 啊 ，Rose 要有那个工具的，没有工具。啊，要用 tools 啊。你用 tools 的，没有 tools 很难做。给来。所以我们做就两粒啊，最容易是这个，这个啊，哦，这个是来做来卖哦，这个最容易的，不是这个最容易吗？对对对，剪下来就可以了、哦。最恐闷的是这下面的啦，哦，这些是最恐闷的啦，最恐闷的这个，大概这个就是你准备好你的馅料。来，请问烘烤出来的黄泥馅啊，很硬，为何？我没有试过这样的问题，可能你炒黄泥馅，你本身的黄泥馅都是硬的是吗？有啊，那皮啊，皮硬还是黄泥馅硬？硬那个皮啊，皮啊，你可以试这个。啊，没有啊，讲黄泥馅硬啊。黄泥馅是这样子，你本身黄泥馅的问题好了，可能我们烤没有问题了。OK， 来，要做哪一个型？很有型啊。OK， 来。就有换线吗？啊？说换线什么意思？你在讲吗？呀，画三条线啊，打斜啊，不要打斜了就好，三条线啊。一、二、三 ，OK， 来，这样就很好看了。嗯。想问秤哪里买？来，我表弟有卖啊。你要等他进来啊。来，以米奇的个性啊，外面买就算了。来，我绝对不会买凤梨酥来吃啊，因为我不大喜欢吃啊。OK， 好，那我们就拿去要烤了。大妹越来越棒啊，谢谢你的赞美啊。谢谢。放蛋黄粉啊，皮。会硬些啊，没有粉丝提到的是馅啊，它的馅会硬啊。馅我觉得是本身的馅的问题啦，你要凤梨酥是要用模具做的。对对对。OK， 可以卖了咯，你看我们都有卖相啊。烤出来才是真正的卖相。要烤多久？烤20分钟。OK。160度或者是。啊。我会用，等下我看到我的。是不是因为你烤太久的关系啊？它弄到它导致它的馅啊？不会啊，因为你有饼皮保护着它，其实它不会硬的。我去台湾不敢吃臭豆腐啊，还没有到它的档口啊，就闻到臭了。有没有？我觉得他们真的不臭哦。你闻到了臭哦，和实际上是啊不一样的感觉啊。这个就是榴莲的原因、啊。好像榴莲酱样子啊。OK， 然后我们什么那个 egg wash 啊， okay. 撒上去。OK， 撒包包了就好了。有些人是烤了10分钟再拿出来再撒。来，不用放奶粉， okay. 放玉米粉一样可以吗？味不同。口感没有试过啊，你可以试一下。奶味啊，那个奶味。我们要奶味啊。如果你不喜欢就不要放哦。我可能就少了那个奶味了。这样我们涂着一层蛋黄啊，我们是一粒蛋的蛋黄，然后放一点水啊。放一点水了。烘过笼啊，馅会硬啊。烘过笼怎么样？这样你的皮不是更硬？看到我第一批烘过笼啊， Remember、馅还是软了。Brush your at your yes， 我们在做这啊， brush, 谢谢。那 brush at your， 要跟它擦一层 coating。上下火对吗？上下火对。对。但是看要看火啊，每一个的烤炉不一样啊。我今天会一百。160度20分钟。来，我们会用160度的那个火啊。如果你的烤炉是温度不是很强的话，你就可以百七百八样啦。OK， 如果你的温度不是很强的话，你就放百七或百八、啊。OK。所以我们是160度。烤到金黄色就可以。20分钟啊。你不用等到，不用跟到时间一模一样的。现硬啊！如果是自己炒啊，可能过火了。对对，我是觉得是自己炒的呢。
OK。我每年做都不放奶粉啊，来，你可以 optional 啦，其实奶粉。我就觉得 optional 啦。太猛，给他二十分钟了。温度的话就160度。OK。洗个手。好，不喜欢太重奶味，来跟我一样啊，要开风扇吗？开风扇。啊，这个要开风扇了，我们本来都有风扇的啊。你开风扇会比较脆呢。台湾的黄梨酥很好吃，很棒啊，臭豆腐就好臭啊，臭豆腐不臭啊，没有人爱呢、啊。噔噔噔噔。OK， 来成果啊，我们秀成果啊。Okay, 没有放奶粉就少了黄梨酥的奶香味啊。家做的不要嫌弃啊。OK， 自家做的啊，不要嫌弃啊。OK， 我 OK， 这是成果啊，二十分钟啊。这个纹路你一定要切深一点，因为这切不深了。对你纹路要深一点呢、啊。因为它会浮。这个就比这个就失败度就比较低一点。嗯。但是你要买那个，这个工具啊。可以，你们要看火候啊，真的。啊。啊，有一些我第一批是烤的比较黑一点的。对。好，我们切一个出来给他看好吗？好。可以，酥脆啊。对。哎，你要将秀。就秀里面那美美、啊。来，你不要动，你不要动，我秀一下。OK， 这是黄梨酥啊。对。你自己做的，自己做的啊，不用不用去花钱的。送给左邻右舍。来，是不是上下火？对，上下火。啊。上下火啊，要上下火。OK。谢谢你们收看啊，谢谢大家。新年的时候啊，不用寂寞啦，有那个凤梨酥陪你啦、啊、还有表弟还有我们一家人陪伴你们啊，度过新年啊。 OK， 所以得空的话明天礼拜天嘛、啊、去买那些馅料啊来炒一下啊。它的材料真的不会很多嘞，很多好像不会用到很复杂的材料。简化。如果你不要奶粉就不要放奶粉啊，如果你不要没有 vanilla extract 你又不想要放的话也不用放啊。 OK， 谢谢你们观赏啊。 OK， 透露一下我们下个礼拜要做什么。白糖糕。来，白糖糕啊，白糖糕啊，还有做过啊、还不、okay、我只是找到 recipe 啊，试验一下应该是 confirm 啦、啊、OK 啦，应该没问题啊。 OK， 来，谢谢你们收看啊，谢谢说、啊 so, 晚安啊，晚安，拜拜。